间呢，一样是这个三串给卡称。哇，烤这个配啤酒超好吃的。这个鸡屁股啊，真的是百吃不腻，快要超越鸡腿肉了。现在冬天钓鱼了，很容易饿，大概十点多十一点就想烤肉了，快好了，感觉不错哦。都有了，哇，好了好了好了。无敌串烧鸡屁股，放了整个凉再来吃，先开吃吧，快饿死了。啊，这个鸡屁股哦，快要变成第一名了。哦。然后又好烤，快熟又好吃。太完美了。上次啊，有人问我说那个炸剩下的油怎么处理的，油就是放让它凉啊，放这个锅子让它凉之后再倒回去原本的瓶子就好了。下次还可以用啊，没有什么好不好处理的，不可能倒在西边的吧，这么简单的道理。好，好了，那等一下炸一点那个一枝花和石斑。上次这样，这个一小罐的，上次这样子油用刚刚好。你看油还蛮轻的啊，它那个脏的有没有沉淀在下面，所以还算好了，重复使用没关系。好了，等一下把鱼处理一下就可以开始了。是一条苦花。哦哦哦哦，水太多了。该一起裹粉裹好再一起丢了。九只十只刚刚好吧，我今天好像炸九只吧，那个油的量这样算刚好。等一下再炸第二次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开吃了。今天应该炸得不错。先吃小只的一枝花，嗯，好酥哦，一枝花，有人说一枝花不好吃，可是我觉得蛮好吃的啊。跟西哥一样都很好吃，这边西哥比较少，所以大部分都钓枝花来吃。嗯，哦，靠腰，慢了啦，
太满足了。这是苦花，我很少吃苦花的，应该吃看看吧。不好烫啊，太烫了吧。哇，新修啊，哦哟，哦，嗯，苦花真的比较好吃耶，难怪人家都抓，难怪人家都抓苦花，苦花真的比较好吃。不过还好啦，没有长龙丝的话还好。嗯，苦花肉比较厚啊，那碎刺也是有，可是我大叔的碎刺就比较没有。真的有差，好吃。再来是这个一枝花，一枝花肉也很厚哦，其实我这样炸酥的骨头都可以吃的。剩下留着下午吃吧，这边没有野狗啦，所以不会被放着，不会被人家吃掉。那边阴天了嘞，这个出水口啊，这边呢，啊，鱼很多，因为它这是养殖场的出水口，所以可能会残留一点食物啊什么的，鱼会住在这边。再去看看，哦，这一下含住了啦，哦，哎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好像是苦花，欸，哦，不是啊，高钓。上面这一段比较少人来，动，都是九班的，用带壳的试看看，试一下，两下，动，也是会吃啊，带壳的也会吃。海水口外面这一整段都很痒，不过体型不大，加高加低。这个缝里面有，不小哎，欸，
幸运。有三呢。哦，这一下中了吧？哦，这是个小，哎呦呦呦呦，这是个小，可能是今天最大只的哦。哦，有斑呢，这种游法就是九斑，大只的九斑。哦哦哦，没办没办，不然今天都钓小朋友实在是。哎呦，他身上为什么有个黑斑呢？哎，那干嘛一个黑点那么明显？长胎记啊？对，还是另外一只比较大，然后这只比较大。这条沟感觉不错哦，再试一下。哦，两下。含住了，哦哟，破了真的不错，这个是怎么挖沟？九班九班，不小哈、哦，这一条沟还蛮多的，哎，有在翻呢，看，应该会有苦花吧？哦，吃了一下。抽两下，中了啦，小朋友。这里都乱吃耶，走来走去的这样乱走，哎，又来，中了啦，小朋友。妈的，跨冰！妈的嘞！他说不会有狗，又来狗，不要吃啊！妈的，错冰，假给卡车，还跑！妈的嘞，还很凶哎！算了算了算了，刚刚去上面钓嘛，下午钓上面这一段还算不错了，有的还蛮大只的，九班还蛮大只的。好了，把它放一放吧。现在大概四点吧。蛮凉的，不要钓好了。今天的话，今天没有很咬，而且没有太多时间在钓。有几只比较大的，猜一下。这只有黑斑的，你看，你看，小他妈躲在那边像小偷一样。小黑，小黑，你要吃就来吃啊！你又不敢来吃，你就躲在那边。这两只比较大，我锁锁，它也有苦花了，苦花这样，每次这样要捞苦花都不，哎，真的捞到了，捞苦花，好了，带上方水盒吧。